那个什么 JSP 的时候哦，就一定要设 Java Home， 如果没设定的话，那会出错误。OK， 所以这里的话大概了解一下。那这 Enjoy ADK 啊，这个因为不是 Enjoy， 所以跳过。OK， 好，那其他的话呢，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题目部分。那因为第一题还没讲哦，那后面是一个 Java 的一些相关的说明了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啊，我们主要不是讲这些哈，所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的话，Java 的题目哈，我看一下在桌面上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哈，这个部分我们的 Java Home， 不 Java 的那个路径哈，所以首先请各位先开启这个 Eclipse， 然后另外那个我们的认证题目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这个认证的题目哈，主要这个是书上面的扫描档哈，扫描档。然后也有放在我刚刚给各位那个路径，那个 go.gl 那个云端路径里面也有放这个档案。那大概看一下哈，首先第一个哈，这四类里面到底考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我刚刚讲一二类的话是实用级，第三类的话就是进阶级，多一个进阶级。然后呢，如果是第四类的话啊，更正一下，第四类的话，Java 是不是只考第四类？专业级好像是，这个可能看一下啊，是不是只有考第四类？它有一个规定哦，第四类，因为这边有一个画面哈，啊这边，啊更正一下，应该是只有考第四类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如果你直接挑战专业级的话，一二三类就不考了，直接考第四类，然后另外考那个学科部分。单复选20题哦，所以这边有第四类的题目啊，第四类。那第四类里面就考哪些呢？包含就是说进阶的 AWT 跟 Swing 元件，还有表格啦等等。比较难的应该是 JDBC，就是资料库部分。好，还有例外处理 exception 的处理了哈，然后还有 IO 的处理。这个可能五六七会比较难一些些。那我们后面。我们等于2天的课程哦，大概1天会讲第一类。那第一类里面的话，主要是讲哪些哈？第一个就是物件导向的程式概念，物件导向的程式概念啊，里面包含就是说，大概有以下的六类啊。第一个是基本的程式实作啊，所以我想基本上各位如果有底子的话，这个应该不是困难的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资料形态的转换实作，资料的形态啊，比如说。把那个 string 转 integer， 或者是 double 转 integer 等等的哈，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实作。再来的话呢，物件的类别、方法、继承。不过继承好像这个部分题目里面用到继承的机会好像比较少。在乱数部分的话，蛮多的，蛮多题都用乱数。乱数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用 mass 点 random 哈，这个方法，或者是你可以用 random 的那个类别去产生乱数。不过我建议哈，那用 mass 点 random 会比较简单一点点。然后基本函数的使用，那基本函数里面包含就是说你的 mass， 就是说你的那个数字方面的类别跟那个 string 字串类别的使用。好，那几乎蛮多地方都有考到，但是没有标准答案哦。OK， 那日期时间函数，还有二维阵列的使用。签个名。签个名，如果吃素就在旁边。OK， 好，这个是第一天的部分，大概我们也讲到了。那主要是以双数题为主，所以请各位先把题目稍微看过哦。那第二类的话呢，是资料运算处理，包含就是这一些，那也是前面讲过的，甚至是三角函数，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数学函数了哈 ，mass 这个类别里面所用的部分。那另外字串函数。还有就是控制叙述等等的，包含就是说我们的 if else 哈，然后呢那个 do while 回圈，好，还有 continue return 等等的应用。OK， 大概会有这2个部分，好，所以请各位稍微先把这部分先准备。那第一个先把那个环境准备好，那等一下的话，我们会先直接来看那个第一类的第102题好了哈，102题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